个人呢？咱们。现在已经到了，这里叫波比星球，两个大人，一个狗，再加上拿到这个门票，我们现在入园费总共是900。那它这里有折抵的抵用券，人350抵用券，这可以抵馆内消费。哎，超像城堡的。刚走过来，这边入园，从这边下去，这里号称是全亚洲宠物界的迪士尼。狗狗的澡堂，哎、欸，狗狗洗澡的、欸，跟人一样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要投钱啊！以往我们去的游泳池不太一样，5分钟10块。哇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它狗的滑水道，这完全是超享受的，很高级嘛。这个已经颠覆我觉得对狗的游泳池的认知。这个已经大到很夸张了，这应该以前是那个滑水道，但是因为狗可能会害怕，所以它没有开放这个东西。但是因为它这边进来很多消费都是另外再去计算的，这个是进来的时候再另外收费。那我们卢比是属于250块的，讲完自己都心虚。提供杯啊，每次要拍视频的时候就会下雨，又下雨，这个有点夸张，有点浮夸的。这边有一个。黑色的游园车，我们这里1楼是咖啡厅跟画展，然后2楼的话是宠物住宿，另外的喵参观可以带你参观。哇，你看，超级凶，什么的？那是狗的影片是不是？哦，你就知道是什么影片。这狗跟人是分开的。对，这是在狗狗的是。哦，所以今天都没有狗，今天别间有啊，别间有狗。对，他晚上会很多狗在叫吗？会。你很老实啊，还是会狗狗还在叫，还在叫。哎、欸，所以人跟狗是分开睡的？没有，如果你们要睡一起的话，就是下面的小木屋。小木屋可以睡。对 ，OK。给各位看，哇。哦，猫咪也可以。对，是。然后猫咪我们有做这种绑大绑小，然后猫咪的玩具比较多，因为我们不会带猫遛，然后不会遛狗。哦，会遛狗，不会遛猫咪。是。OK。可是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把猫咪跟狗狗放在这里睡觉的？是他们出。想要出国的时候。哦，出国的时候。对。OK。好。可以比一下，这个是刚带给他的小尖的小尖棒。对。然后这里的话是中型的，是。然后这间的话就是大型的。哦，这里是很高级，哎，这几乎都还没用过，对不对？对，目前只有园区自己的狗，我觉得是因为疫情还没办法出国。哦，对，所以。那他那个宠物住宿一晚会是多少？1280、1480、1680，是大中小间的。哦，这完全是接待狗的5星级的。然后他这边还有老师会参观，就是说你可以来这边做画，老师礼拜六会来，然后他现场帮你的狗画画，那费用是1500跟800。这个是宠物文化，所有都是老师来这边做制作。应该是宠物院，然后这边还有狗狗可以拍照的地方。嗯，这边已经颠覆我对狗的认知的那个宠物感，太高级了啊！你看，狗狗名画，嗯，酷哎、欸，看是不是很高级？这叫宠物动物院。卢比啊，你跑来这里耶，是宠物星级的。这就每人低消200，它有一些茶跟饮料，180。因为现在天气太热，所以我们先坐在旁边。咪咪，那这边有电影院可以看，那是专门给狗看的。嗯，我们是卢比啊，很素食哈，爽爽狗。我们来看卢比。
那就一只脚可以走。天气这么热，现在难吹到天气。它现在还是白色干皮，大概再过半年应该就会长掉，变咖啡色。对，变咖啡色。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，就叫皇宫式阶梯，哇啊！哇，这狗狗可以，吃东西、拍照，什么都有。三个月的哈士奇，看看这只哈士奇，超小一只。我觉得这边很值得来。多人在这边游泳啊，越来越多狗了。看，隔壁去游泳啊，你下去游泳。隔壁下来了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，好棒啊！好，下来。等一下你怎么用走的啦？太浅了啦，这个小狗虚的。对啊，这边。好大啊、这个泳池真的超大的，当然它这个滑水道现在还不开放，应该以后不会开放哦。下线来收拾，隔壁隔壁隔壁，拜拜啊，拜拜。有啊，找不到你在干嘛？你找不到哎、欸，妈妈嘞，妈妈嘞，你叫他，谁叫你？现在我们已经游完泳了，那我们去下一站地方看。这边有疯狗冰，疯狗冰是能吃的冰。这边有二四六七七，二四六七七只猫。你不喜欢踩草皮啊？啊，这个点还不错。然后那边有公园，有溜滑梯。这边其实好大啊，这边晚上也不错。哦，单身狗，我有单身桶。我刚刚看到有单身狗，不是是单身桶。这里你看小朋友在玩沙啦。嗯。各位看。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南投那个 New Token 的那个，就是那个老板为了纪念，对，老板为了纪念狗，然后他拍的，这种猫咪，大合适。这边拍照其实还蛮好看的，你要拍吗？南瓜，光明，这上面可以走啊，这个走上来，它很危险，真的吗？高升，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卢比你可以啊，你不下来吗？彩罗码头。你要帮我拍照？码头啊，有点那种仿甲板已经快要脱落的感觉。卢比啊，你好。卢比，你在这边拍照好明显哦，因为你特别的黑。哦，给各位看这个码头。还不赖。他把这个，你看哦，他把海螺上面都用脚印，用狗狗的脚印，好可爱啊。这个人造湖啊，其实造得很漂亮啊，叫刘白城王狗。卢比，你敢下去，我就揍你哦！刚洗完澡而已，不要再给我下去了。可以参观房间吗？可以啊，那边那间。这间是不是？对，旁边那间。好，谢谢。那个是狗狗可以一起入住的吗？对，它就是人宠型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开箱一下小木屋。哇，哦，有点热哦，有冷气吧？有啦，有冷气啊。哪有？可以耶，你看，这个还有可以泡澡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一晚多少钱？这一间的房间房型是10800。哦，10800。对，另外还有6800跟8800。啊，六千八的。它插在房间大小。哦，啊，它这个上面是要给人家睡？它就是一个小桌子，它上面就是小桌子，这样可以坐在上面，可能吃东西。哦，了解。
啊，这个门打开出去就阳台了。哦，有附早餐吗？有。附早餐。对。我觉得这个小孩生了，一定还会来。嗯。你信不信？旋转木马有够夸张的，而且狗可以坐哎。这个旋转木马一次是50块，但是它有启动时间。我觉得可以啊，因为这个狗还可以上去跑，很特别。哎，这里有鱼池可以赏。其实它东西很丰富，喂鱼。哦哟。哇，上面有桥哎。四面狗祈福亭，必踩景点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隔壁拜拜喽。四面狗，我们去瞧一瞧什么是四面狗。这个好像我想到我小时候去六福村做那个火山历险，就这样走那个楼梯上去，有没有？啊，不要去了，看有没有一狗。哦，很可爱。这哪是四面狗啊？这是东西南北各摆一只狗，好不好？塞钱箱啊！来，雪纳瑞代表了狼犬、柴犬、黄金猎犬。路边，大麦丁啊，好大只大麦丁！干嘛？很喘，很喘。大家运动一下，就爬上来，稍微拜一下。路边，包准你一定会怕。嘿嘿。棒啊，走，快点！糟糕了，这是玻璃。欸，你不会怕啊？我碰见啊！有种踩玻璃啊！不要撞我啦，露比！露比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下去了。下面是原来动物区，应该都是兔子、鸭子、老鼠啊什么的。嗯。鸡啊，欸，这边还有34个小木木。对，就是那个阳台啊，它也没开放。它那边的鲸鱼还在整理，这个也是给狗玩的吧？扭一下，狗狗扭蛋机。啊，这边有卖披萨的，鸡翅。这是人的还是狗的？这是人的。哦，这是人的。好，这里找了找，终于找到这边吃冻饭的，还有狗的，人跟狗一起吃的。海湾第一高校，学校的。看这里就是营造一个学校在上课的样子。看这边，这有狗老师，这边是谁？狗狗老师啊。这是狗狗的餐来了，然后这是人的，这只是猪排饭嘛？你点猪排饭干嘛？你怎么知道你的？哦，它这个很高级，这个是这个味道没有调味。还不错啊，只要跟卢比强。好，你很饿哦。好啦，我陪他。好，坐下。坐下。吃饭咯。哎，哦。坐下。哦，好，坐下。高级。这个餐180。疯狗冰，吃饭完过来吃冰。他是这样。哦。这个。好啊。蒙古冰多少钱？80。这个有两颗冰淇淋球跟，欸，下面是串冰。对，古早味什么？古早味。你看好不好吃？嗯。OK 吗？甜的。这芋头吗？啊，这个百香果。嗯。哦。今天玩一整天，心得。我觉得他整天做的不错啊。他泳池也不错。可是他刚那个斜坡，我差点摔倒。我觉得那里真的没有下，有下雨啊，需要改善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点以后一定很多人会来，因为这个点还蛮新的，所以应该还有些人不知道。腹地很大，腹地很大。其实你今天没有把它逛完。哦，5:30了嘞，已经5:30了。我们光躲雨就躲快2个小时。哎，为什么可以坐那台？哎，我也要坐那台。要钱啊？要钱吗？这里温泉鱼跟宜兰礁溪一样。可以让鱼吃你的脚皮，去看一下。可以参观吗？好，谢谢。哦，一次是150。那它这个是可以泡多久？
哦，没有限时间。哦，出去之后还可以再进来泡。对，你只要拿那个票根给我们。哦，这边还有温泉池，蛮多池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安全没有。这里就卖了很多一些油膏、精油膏。这个树很像那个啊，难怪我就想说这个树是什么？这个树是那个捷克与藤蔓，它会爬上天。你还记得这路吗？你说巨人吗？对啊，巨人与藤蔓的那个是吗？不知不觉就已经六点了，过了一天了。哎呀，好美哦！在夕阳西下，有一个人来啊，三个人来，怎么来的？坐车来的，从哪里来的？英国。注意到它是撒尿的住处。我觉得今天的体验整体下来还蛮满意的。你说外面的用池差不多也都是300-400块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订阅并分享、按赞，拜拜喽！我们下次见。